级汽车。愤怒的蜜蜂。哇，好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克星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圈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车门快关上，我肚子嗡嗡嗡，哟吼，任务成功。他们都送回家了。嗯，不会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农田危机。猪伯伯，一定是收割机哈维。
果然是你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会飞的汽车。他们在往农田里撒什么东西？快看，那片农田枯萎了。不好，他们在破坏农田。快住手！毒气的效果真不错，我发明的飞天车果然厉害。来吧，往农田里多喷一点，让所有的农田都枯萎吧。哎呀，毒气越来越多了。别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阿文，是你需要帮助吗？没错，有几辆飞天车正在破坏农田，我需要支援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所有的农田都被毒气包围了，我先去抢救粮食和蔬菜了。大大的齿轮转呀转，加快速度收割交给我，齿轮咯吱咯吱，长长的手臂甩呀甩，到的爱的全部都采摘，收割完毕，干得漂亮。危险的毒气飘呀飘，小心一点一点慢慢的下降，闪亮的光波照呀照，这边那边毒气消失了。好，该我出场了。向上跳呀跳，蹦得高，有我在你们别想跑，一二三四掉下来，还有一个船员不见啦。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农田。不客气，猪伯伯。哎呀，不好！你们再也不能破坏我的农田了。寻找大怪兽。哎，妮娜，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
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，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啦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排排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躲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大叔。怪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，猪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她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路障车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，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。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去吧。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
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，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湖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在旧城库堡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库堡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。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全清理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了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机器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，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嘛。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我来啦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了。救救我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正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
出动！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糟糟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！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！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。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。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火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！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来啦。伤心的美食车，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，啦啦啦，好开心呀。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免费，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我就是很想哭。大家怎么都哭了？除了那辆汽车。等一下。指挥中心，哥哥，门外有个包裹，里面装着蛋糕哟。有情况！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
这个蛋糕，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嗯，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哼，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嗯，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炸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真是太臭了。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！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！好臭呀，汤多多，是你放屁了吧？不是我，是乐多多。好臭啊！啊，乐多多都被臭晕了。乐多多，乐多多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，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！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，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。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臭臭车来
来到大街上，他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，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。太丑了！冲冲冲！别担心，我来了！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！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！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瞄准右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跑呀跑，追呀追，拦住你别想跑！发射！砰砰砰！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，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，啊！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。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们也来帮忙。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啦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。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
王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花呀花，七彩缤纷真漂亮，真漂亮。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泡泡灾难，我的洗车店开业啦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！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。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哦，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快跑。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。前进，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泡泡淹没。训练训练在哪里？困在泡泡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。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飘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。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。大家
童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橙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水下救援。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，360度旋转！哇，好厉害啊！麦嘟嘟，你小心点！哎呦，是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看，表面裂开了！快跑啊！不跑呀！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麦嘟嘟，麦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怎么了？那嘟嘟和麦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火箭赛车，旋风；大力士跳车，阿力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！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唱边唱边唱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，Go Go！ 紧急救援，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。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，轰隆隆。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，做得好！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吊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！啊啾啊啾！谢谢你们，超级汽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
顽皮的碰碰车。嗯，天气真不错。妮娜姐姐，妮娜姐姐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你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。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没收到信吗？忘记看了，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出发，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咦，人呢？完蛋了，我把弟弟们弄丢了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们，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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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撞来撞去真有趣，我最喜欢热情拥抱，我是碰碰车，碰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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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一起捉迷藏，大街小巷转呀转呀，就像游乐场。危险危险危险，街道上不能玩耍，不能玩耍，碰碰车们快停下，快停下，跟我回家吧。交给我们吧！不滴不滴不滴不，开启雷达照一照，向右转弯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啦！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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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，全部都停下！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红灯停下绿灯行，不要着急等一等，前后距离要注意，要注意，排成一队别拥挤，别拥挤，路上危险不乱跑，注意安全，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，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碰碰好难受，这个吗？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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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追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哦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嗯，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哎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。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声道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，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门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啦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